确定了，殿下放心，姬仙、妖、幽冥三界都无能为力，那阿音绝无生还的可能。这下他总归可以收心了。没有那个阿音干扰，想必神君很快就会察觉殿下的魅力，转为青木宁，殿下成为青池宫女主人，指日可待。青池宫女主人。 你以为我对缘起上心是因为喜欢他吗？你错了。我想要的是整个仙界，是他缘起成为我的裙下之臣，甘愿用整个神界来助我登上天地尊位。今日我心情甚好，把织女们新上供的五彩孔雀衣拿来。 自从华叔当上代天帝后，孔雀一族势头大盛，一举成为一等仙族，颇有取代我凤族统领百鸟之势。我认为是时候恢复百鸟朝奉大会，让这帮孔雀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百鸟之首。百鸟朝奉大会历来都是由我凤族的火凤主持，如今凤凰在海外闭关不理世事，小凤君又未得复生。 如何使得？不是有凤鸣吗？凤鸣作为族长，一样是百鸟之首。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 凤鸣族长主持百鸟朝奉大会，迎接八方仙禽族的朝拜。既然大家如此坚持，那我凤鸣也只好了。天降祥瑞，定是小凤君要回归了。小凤君终于回归了，我们有新凤凰了。 小凤君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火皇印。 凤凰归来，我明明还会收集到最后一份心愿。 怎么回事？七彩霞光，这是晋升半神时才会有的神光。是梧桐塔，这绚丽的火凤图腾，分明就是火凤重生的征兆。火凤诞生了，小凤君一出生就是半神，又是未来的凤凰，这是何等的尊荣啊！ 凤影回归了，连凤影都能重生，阿音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涅槃归来。各位长老，稍安勿躁，大家的心意和礼物，小凤君已经收到了。收到了，但是小凤君说了，每人只收一件礼物，剩下的大家拿回去，留着晋升和做布施用吧。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的，盼了一千年，自然要把所有的宝贝都送给小凤君。是啊，你们都表达心意了。师尊，为何非要在这时回来？好不容易劝好了元启哥哥，谁知火皇玉却被我打碎了。啊，这下完蛋了，他定要生气。趁他还没发现，我先找个地方躲躲。这怎么还有个小木屋啊？元气哥哥说外面有很多要抓我的坏家伙，这凌云山都变成一片废土了，应该不会有谁了吧。没事吧？阿玉以为再也见不到元气哥哥了。不会的，没事就好啊。你可有看清楚方才那人的样子？没看到，那个人蒙着面。为何跑出青池宫啊？阿玉把火皇玉打碎了，我怕你生气。如今凤影已经回归，火皇玉的使命也完成，碎了就碎了。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阿宇知错了。阿宇。可是哥哥，凌云山都碎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啊？红毅。阿宇。怎么可能？玄壶已经毁了，阿玉怎么可能破壳？阿宇，